青丝如梦，愁得白头，花开花落，望穿多少。欢迎您收听由畅想听吧原创录制，关心则乱创作，小梦和小编 C 共同为您演播的穿越小说《知否知否》，应是绿肥红瘦。325集，小邹氏愣在那里，嘴唇动了几动，终究什么也没说。出了国舅府，走到半道上，正遇上来接他的顾廷烨。夫妻俩坐在马车里，明兰抢先道：“无人欺负我，侯爷放心吧。”顾廷烨见他神色郁郁，微皱眉，问他怎么了。那两位小妾固然下场迥异，但反过来说，何尝不能说前头那小妾带驸马是真心，不容旁人分去半点，后头那小妾却是假意，为着自己的安全，宁可叫心上之人去亲近公主。愚蠢和聪明，真心和假意，有时候真的很难分辨。明兰沉默了一会儿，才道：“没什么。”想了想，又编了一句：“国舅夫人身子不大好，我有些担心。”顾廷烨凝视他，深深的，久久的，仿佛像望进他内心深处，探究一二。他们很幸福，很美满，无话不说，心性相投，这都是阵阵的。可他们之间依旧隔着一层静默，一处小小的隐秘的禁区，藏在他心爱女子的心底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公孙老头在顾府的身份都很久，所谓西席是也，原是新帝府登基时内外暗潮汹涌，作为跟新帝进京的近臣，表现得好，人家不过撇撇嘴，稍微行止不检，朝臣不免暗中议论，瞧瞧皇帝亲信的都是些啥人呀。公孙白石规劝顾廷烨，不要一上来就管着幕僚门客，一小小武将显招摇了。是以尽管当时都督府名言尚无子息，尽管顾廷烨本人并不习文，尽管公孙老头从未见过容姐的一面，这主宾二人依旧厚着脸皮对外宣称：“我乃顾府西席也。”之后忙碌烦扰不尽，谁也不曾再想及此事。待团根出事之时，公孙白石这西席的名头才算是坐实了。可惜自打小鹿团子能抓东西起，就表现出对揪公孙老头胡子的兴趣明显大于握笔。然而公孙白石至今对外的名帖尚书人是顾侯西席。当然这种公然作假并不能欺骗广大群众的雪亮眼睛。待公孙老头纳妾将近，贺礼足足堆了三个屋子，尺余高的珊瑚树，翠丽夺目的明珠耳当，成匹成匹的贵重锦缎，公孙老头倒也来者不拒，一概收下，还边打趣顾廷烨边抚须自嘲：“果然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呐。”行礼那日，若梅身着簇新的桃红春袄，双腕配着四枚龙凤金镯，头钗一只朝阳三翅衔珠斜鬓金钗，被一众来贺喜的媳妇婆子拥在屋里，左一句梅姨娘好福气，右一句梅姨娘早生贵子，她只勉强笑笑，脸色发白。公孙白石病愈后，顾廷烨便提议纳妾明理，老头倒也重意知书达理的若梅，但他身形淡薄乖张，厌恶俗礼，并不愿如何操办，还是明兰坚持方才许了几席，叫府中众人一道吃酒庆贺。
这么一来，若梅不免心赏泱泱。每个新嫁娘与婚礼难免有些期待，她忍不住跟贴身丫鬟抱怨了几句，却叫几个心存阿谀的媳妇子打听了去，托家中男人去外头店铺置办些贺礼。这么一来二去，公孙白石纳妾之事竟传到了外头去，引来了一干热情的仰慕者争相送礼。老头十分不快，若非碍着明兰的面子，几乎就要作罢婚事。不求你如何贤惠，不想连区区口舌也守不住，过是藤木不堪为梁柱，如此不堪重托，以后生下孩儿还是由夫人教养吧。公孙老头的性子何等乖狂，当下毫不客气地直言斥责。若梅不免又伤心地哭了几日夜，既羞又悔。明兰知情后，除了摇头叹气，别无可行。公孙白石此人，往好了说叫洒脱不羁，往坏了说叫自私自我。这种人要搁现代，必定是铁杆的独身主义。可惜古代有父母之命，他只好老实地娶妻生子。对原配夫人，他兴许还有几分愧疚敬重之情。至于若梅，之后公孙白石便只教若梅服侍起居，连书房也不让进了。风声须臾传出，明兰得知这事后，却只轻轻地哦了一声，不再过问其他，倒叫府里众人吃了一惊。原先众人见公孙先生极受侯爷信重，若梅此番飞上枝头，纷纷巴结示好。可如今见主子这般不冷不热的架势，也都渐渐和若梅淡了来往。人情冷暖本是如此，明兰微微叹息，倚在炕机旁静静看书，身边躺着熟睡如小猪般的团哥，胖嘟嘟的面庞嫩白红润，似乎还生着细细的绒毛。屋中宁静，只一旁小屋子上坐着的丹菊似有些心神不定，手上连连出错，一条简单的香鞭却已拆过两遍了。把针线放下吧，明兰呼道，手指头都快戳成窟窿了。丹菊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嗫嚅道，回头我重做。明兰瞥了他一眼，今早又去了，这回又是何事？丹菊缓缓放下针线撑子，犹豫地看了眼盘哥，明兰道，说吧，这小子且醒不了呢。丹菊喃然，是若梅身边的小妖儿来寻我的，说他身子不爽利。哦，若是有喜了，倒是一桩好事。明兰头也不抬地继续看书。不是，前两日刚换洗过。丹菊愈发轻声，他只是胸口发闷，说是想见旧日姐妹了。明兰不再言语，只轻轻一笑。丹菊见他微笑中颇带几分讥嘲，便忍不住低声道，若梅也是不容易，进门才一个月，先生便不大搭理她了，连院中的婆子丫鬟都有些轻慢。不待他说完，明兰打断道，这是若梅来叫你说的。公孙小院里他留了不少耳目，那些丫鬟婆子并不曾慢待若梅，只不过没像以前那么巴结罢了。丹菊连忙摆手，不是的，他每回都吩咐别叫我跟您说的。丹菊听了险些笑出声来，连忙忍住去看旁边的小肉团子，却见这小子依旧轻轻地打着呼，熟睡成大字形，憨憨的可爱。他忍不住嘴角弯了弯，然后放下书卷，缓缓挪到炕沿，拉过丹菊的手，边叹息边轻声道，唉，
你我相伴十几年，肚里有几根肠子，他都是清楚的。我来问你一句，你给我说老实话，这件事你到底怎么想？丹菊望着明兰凝视的眼睛，竟不敢直视，侧头低声道，他叫我去吃点心喝茶赏春梅，每回都与我说了好些话，虽然他口口声声叫我不要告诉夫人，可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他是盼着夫人替他去先生面前美言几句。明兰点点头，这丫头也不算真傻。那我该不该替他去说呢？丹菊满脸为难，咬唇半晌，垂手道，我不知道。想起若梅一脸病色，他心有怜悯，但又不愿明兰为难。明兰看了他一会儿，长叹一口气，哎，我已给你物色了门亲事。话题突变，丹菊又惊又羞，全然愣住了。明兰继续道，是你姑父的外甥，你叫他大表兄的那个。丹菊全家人原都是盛老太太的陪房，当年丹菊姑父嫁妹时，老子娘求得了一个恩典，聘到外头的殷实人家做了娘子。这几十年下来，家业愈发兴旺，膝下有一子，比丹菊大四岁。明兰看着丹菊涨红的面孔，继续道，房妈妈说，你表兄是极能干的，能料理田庄，也能照看铺子，家里人口又简单，还沾亲带故，实是个好人家。丹菊脸红的连脖子都涨粗了，等了半天才直挺挺地跪下，我不嫁到外头去，我一辈子都要陪在夫人身边。明兰微微苦笑，丹菊不比秦桑有父母兄弟依靠，不比绿枝泼辣强横，更不比小桃扮猪吃老虎，尽管他处事细致，能干周全，可心肠始终太软。崔妈妈在外头寻了许多人家，可怎么看都不放心，看着老实的担心他窝囊无能，看着斯文的担心他败絮其内，看着伶俐的又担心他心思灵活非良人。好容易人选不错了，可家人又复杂难缠，挑挑拣拣了半天，竟难以抉择。每每想到丹菊以后若是不幸悲惨，明兰就觉得负担很重。从小到大，你们小姊妹几个玩闹，争糕饼衣裳，换儿配儿，回回都是你退让，息事宁人。有了委屈，你也从不与人说，只自己吞下。你这性子啊，我原也想将你留在府里配个管事，就近身边，我也好看着。明兰叹道，当初在王氏底下讨生活，遇到难缠的管事妈妈，都是丹菊去陪小心说好话。丹菊脸色涨紫，眼中竟是决然倔强，我不愿外嫁，我愿陪着夫人。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人。明兰道，你表兄等了你这许多年，怎么都不肯说清，连他爹娘也拗不过，实是不容易了。听得这话，丹菊紫得快发黑的脸色才又缓缓地转为正常。明兰看得颇觉好笑，你也喜欢他，对不对？明兰柔声道。丹菊涨红了脸，嗫嚅了半天，实在挨不过明兰的目光，才道，小时候在姑姑家里时，大表兄来做客，待我很好。明兰心中了然，这家人的底细房妈妈再清楚不过了，
都是良善之人，在资讯阻隔的古代能这么知根知底也不容易。在这种简单厚道的人家里，单局就是老实些也无妨。我瞧着也很好，这么就定了吧。单局由自跪在地上，一脸惊愕。他记得明明自己是来说若梅的事的，怎么就变成了定下自己的终身大事了。丈耳金刚的茫然转头，切见炕上的小肉团子油子睡得喷香，滚圆的小肚子一起一伏。把酒唱一遍，君已鸳鸯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唱起唱。